黄祸大军已经逼近了黄河，咱们该展开行动了。将军，万霸和高鹏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派人来啊？是啊，是不是会有什么变故？非主动出击不可。将军，可是咱们的力量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咱们的人虽少，只要上下一条心，必能跟徐将军会合，共同铲除鞑虏，直捣北京。这个调调啊，爹爹，爹爹呀，龙哥，怎么，珊珊，我比你那个糟老头子强多了吧？对对，小心老头闯进来了。他要敢闯进来，我就让他吃我一剑。行路，哼！这狗蛋子！玉龙，杀掉他！他一定是老头雇来杀我们的。我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快点！Thank you.
哥哥，天不早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嗯。文妹，刚才阿福听殿下说，这条山路不大平静，经常有盗匪出没。啊、哦，哥哥，那咱们这么一大家子，怎么能平平安安过这座山呢？少爷，咱们还是请个保镖吧。这样也好，临时请来的保镖靠得住吗？哎，吃你们两家对面河，来下下下下。你不能做保镖，又不敢做土匪，还留着这把破剑干什么？还不如卖了它还我的饭钱。哎，喝闷酒可喝不出钱来啊，你这把破剑到底卖不卖啊？卖剑，就是这把破剑呢、啊、值多少钱？不卖。好，拿钱来。这位大爷总共欠小店九两四钱银子。嗯，谢谢小二哥。哎，小二哥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客官，我们少爷想雇个保镖。保镖这个，哎，我们你们找保镖？是。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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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钱大哥，我看这个买卖咱们接了吧。怎么？我黄五跟夏天宝都是不怕死的，以前大海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，难道你怕死？嗯。打不过，咱们可以溜。好，今天付钱，明天上路。前面有点矮，公子，你放心好了，走。你看，哎，你别看嘛。哎呀，看到。
去自找麻烦呢。是你的剑，就算你这把剑换回我的小命，现在咱们谁也不欠谁。哎，是是。客官，两万里外请吧。哎，请进去，里边请。慢走，请进去，请。
哎，喝喝。哎，客官，这边坐。哎，行，先这边坐。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掌柜的，算账。哎，客官，你要点什么？桑吉兄，好久不见了啊！钱大哥，你好吗？好啊，先来一斤酒。我是小伟，哎哎，你怎么会来的？哎，跟我在一块儿的叫叫，本事好大。哦，哎，下来来来，我们接着干。哎，客官，您的酒来了，您还点什么菜？好，来来来，等等，功夫这么好，哎，我亲眼看到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哦。你身边还有没有银子？吃饭住店都要钱，你一个大子儿都没有，以后的日子你怎么过呢？我介绍一件赚钱的事给你做，怎么样？就凭你一把剑，只要你肯干，包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剑除了能杀人还能干什么？哎，杀人也能赚钱呢、晚上再跟你说吧。这是一半，请你先收下。一个头，哎，一个头。男的，哎，男的，是什么人？这个，他叫王九。已经过世多日了，你总该把家产还给我了吧？干爹尸骨未寒，现在谈这件事不大妥当吧？反正迟早都要还的，你想独吞？哼，装哑巴也当不了事。你虽然是我老头的干儿子，也不能霸占我的家产呢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要你的命。快点上！哎！你想霸占我的家产？我只好请几位弟兄帮忙了。
凭什么在赌场管闲事？大爷高兴。好啊，我送你去阎王殿高兴。告诉你们老大，除非他活腻了，别惹我何刚。哼，他妈的！何刚，他来到了荣阳地界，先搅了我的赌场，又打伤了我的手下，这笔账我非跟他算清楚不可。刚才听钱大海说何刚是条汉子，你别忘了，咱们正在招兵买马，要办大事。是啊，徐大哥。孟二爷，你的意思是拉他入伙？这个恐怕好吧，孟二爷，你怎么说就怎么办吧。大海，过来。哎，大海，哎，何刚的事就交给你了。不过你可不能说出我们的关系来。这样吧，你就说你昨天才入伙的好了。二爷，这件事包在我钱大海的身上好了。去。不过没出息的东西叫你办事，就没有一次不趁机会卡油过。要是办砸了，当心我可要剥你的皮哟。是是是。何老弟，这位徐大哥是荣阳地界的董舵把子，为人最讲义气了。关我什么事？哎，坐坐坐，坐。何老弟，这位徐大哥专门替咱们混混帮忙，我昨天就是投到徐大哥的门下。何老弟，希望你也能够跟我们共襄大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何老弟，你为了赚钱连杀人都敢，这儿的银子花的像流水似的，这个钱你就不敢赚了？谁说我不敢？那你答应了。好吧，看在白花花的银子份上，我听你指使就是了。何老弟，我们这儿还有两条戒律。戒律？永无二心，万死不辞。你能办得到吗？好吧。我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，他
花花太岁崔明。飞退阎王。许同。追魂手贺田畴。金陵蔡家五鬼。其余的人你都已经见过了。各位弟兄，明天一早到青石坡去。是。阁下是哪条道上的朋友？不必多问，信是没有，信没有。上，去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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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发生了什么事？你，我是送信来的。刚才他们兄妹两个都被人抓去了。
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我爸爸。小爷，哎，你想开一点。我不要活了，哥哥死了，你找我依靠谁呢？他又看见了我的事，我没脸见人了，你还是让我死了吧。小爷，这么想就不对了，这是乱世啊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你看何刚这个人怎么样？我看何刚挺不错的。我从小看你长大，说不定这次我给你做个月下老人，替你撮合撮合这门亲事。这个亲事我不能答应。小英虽然受了那些狂徒的欺负，可是她还是个黄花闺女，你又对她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天作之合的好事啊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我何刚到处漂泊，朝不保夕，哪里能谈婚嫁的事呢？可是小英姑娘孤苦伶仃一个人，谁能照顾她呢？你不，胡老头，我何刚这种人，人头整天挑在刀尖上，谁要谁就拿走，我不能害小英一辈子。这封信麻烦你交给小英姑娘。为从这封信，我师兄单飞剑死在青石坡，叫小英姑娘千万收好。不，这封信是祸根，小英的哥哥就是为了这封信而送命，还是放在你的身边吧。那我走了。何刚，何老弟，这几天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你死掉了，徐大哥到处找不到你，都快急死了。何老弟，去青石坡办事的那天有一封很重要的信，你看见没有？没有。怪了，人杀光了，信不见了，就你一个人活着回来。对了，刚才跟你谈的买卖，你怎么推三阻四的呢？老大，杀掉高鹏会引起江湖上极大的风波，我想何老弟，这桩买卖已经接定了，非仰仗你不可呀。你不敢去是不是？我何刚就没有什么不敢的事。那么你答应去。谁说我答应去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别婆婆妈妈的。哎，何老弟，男人说话要有信用，你答应过永无二心，万死不辞啊。何老弟，
去吧，试完了还有500两白花花银子可赚呢。何老弟，这件事情全靠你了，哎，你可不能反复无常啊。多时了，哼，徐彪出500两银子雇你来杀我，对不对？我出1000两银子雇你去杀徐彪，干不干？买卖有先来后到，你迟了一步。
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人家是来谢你的吗？没什么好谢的。大侠，您回来了。是非之地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贺大哥，我何老弟，老弟。艳福不浅了，哎，我正想叫他回去。哦，没地方安顿是不是？包在我身上。不要唉声叹气的啦，孟二爷，何刚这小子一定知道信的下落，我非追问他不可。不，不能逼得太紧。可是这封信太重要了，要是找不着咱们就完了。唉，还是追问何刚。何刚是个直性汉子，他也许真的不知道这封信的下落。孟二爷，我看这样吧，暗中叫江红去查一查，我们借庆功宴的机会让他多喝一点酒。何大哥，以后不要喝这么多酒了。我没有喝醉。何大哥，小姨，我要给你一个新家，我们明天搬进去。何大哥，怎么这么多书啊？这是人家的书房，他们逃难走了，才借给咱们住的。
我在想，你最好不要再做这一行。傻丫头，咱们吃什么？何刚，你年纪轻，做点跳担子、提篮子的小生意都可以。一天赚不来200大钱。何刚，钱并不是一切。别谈这些了，小英。何刚，有很多事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自己随便吃点什么吧。不，我自己烧饭吃。好，随你的便吧，我出去一趟。那我给你留菜啊。不必了，徐彪找我有事情。各位弟兄，据河北报来的消息说，元将阔郭的兵马已经过了山东德州府地界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追到黄河边上了。去他娘的，俺贺琼迫着一死也不让达子兵再过黄河。对，要让达子兵过了黄河，抗元的义军们就完了。对，大哥，这件大事不能凭匹夫之勇能够办得成的，咱们应该从长计议。万大哥，那贺琼是个粗人，就知道一条命杀达子，你说出法子来俺照办就是了。大哥，为了保护家乡，为了把达子赶出中原，上刀山下油锅，俺绝不皱下眉头。这件事我早有打算。前些日子我已经派人到附近去联络忠义志士，共同设法防守黄河。不过万大哥，你先别打岔，派出去的人有的竟然一去不回，这件事一定大有误。对，大哥，我听说在洛阳附近藏着一批元将阔郭的爪牙，时常在暗中杀害抗元的义民呢。哼，就是那些糟糕杀了我们的师弟高鹏，我非查出来不可。客官，您回来了啊。哎，何老弟，你回来了。徐老大在里边等你半天了。老大，老大，这次买卖我不想借了。何老弟，这话怎么说？不接就是不接。何刚，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老大，这阵子买卖都很扎手，我很累。原来就这么件小事儿，好吧。何刚，你说你没杀高鹏，那又是谁杀了他呢？知道，我只看见一条黑影，一闪就不见了。这件事真把我弄糊涂了。你常常杀人，
会不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？你还怕没人来找我？我真担心。你改行好不好？好了，咱们是出来散心的，别谈这些扫兴的事。哎，咱们到城里找钱大海去。多谢钱兄前来通风报信。万庄主，只要你出钱，下次打听到消息，我一定先来告诉你。好，好，下次再说吧。看见老婆赚钱眼红，自己又没本事去赚。你呀，只要有钱，亲老子也敢出卖。那倒不会，我老子卖了也值不了一吊大钱。好了好了，钱兄，你请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们可不能跟何刚说是我来送信的啊。嘿嘿，三子，哎，三子，老大，你也来了。哎，三班两次派人都请不动，我只好自己来找你。老大自己来，我也不会去的。哎，你不去？好，跟我来。哼，去就去。何刚，别怕，小英，我去去就来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不去，别人也会来的。哼，来又怎么样？万爸总不能无缘无故的找我。老弟，你杀了高鹏，他师兄万爸会不来找你报仇？啊，万爸是高鹏的师兄。去吧，你不杀他，他也会来杀你的。好吧，但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最后一次，何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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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又到这儿来了，害人找了你这么久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看见你跟他们出城，真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你怎么了？又想你师兄了？
你们头找你有什么事情了？是不是他又逼你去杀人？地方让我们隐居该多好。何刚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我又何尝想去呢？真的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奋的过日子好吗？这是最后一次，我非去不可。大哥，我们已经等了两三天了，钱大海的消息会不会不可靠啊？我想不会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骗了咱们，就断了一条财路。所以何刚他一定会来的。啊，谁？哎呦！哎，慢着，慢点动手，我有话说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等我把话说完再打。替老达子的走狗杀我师弟高鹏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一命赔一命，非杀你不可！在老达子面前罢工了，万爸，我不想杀你。又是他！哎呦！何刚，你醒醒吧！出了什么事了？哎呦，好疼啊！哎呀！
你看你。做傻事，跟徐老大作对是要吃亏的。我不在乎，我非要弄清楚是谁杀了高鹏和万爸不可。不听好人劝，吃亏在眼前呐。门两道，啊，李少，下面这次有了。嗯，是哪条道上的朋友？向你拼命点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！出来！哎呦！哎呦！
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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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慌张的干什么？别急呀、啊，什么事啊？慢慢说。老大，咱们派出去四个杀手都给何刚杀死了。嗯。何刚，出了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哎呀，你伤得这么厉害，还说没什么？你别管我。你别动，我来。哎，你，我怎么了？你要到哪儿去啊？哪儿去？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吗？能不能不去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昨天晚上的事有点怪。你违背你们头的意思，会不会他派人来找我的麻烦？嗯。哼。谅他也不敢。何老弟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能听无知夫人胡说八道呢？杀了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！嗯，不是你最好，不然呢，老大，咱们之间可就没完没了了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言归正传，刚才我说那个买卖你接不接？不，老大，让我再回去想想看。
想一想。有什么好想的？你要是想歇着，我就让你歇着；你要是弄个女人来，我就给你找地方。老弟，这是一票大买卖，无论如何你得接下来。老大，我还是回去再想一想。他妈的，都被那个丫头教坏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哼，看咱们谁狠。脾气嘛，把那个小妞弄来不怕她不听我们的。过来。记住了。是是是。你们，我们要为高鹏大哥报仇。乔宇，你们不要逼人太甚。找我干什么？我要你的人头，给焦大豪大哥纪灵。哦，原来是饿狼坡的山贼。好，来拿吧。
快饮。臭丫头，跟大爷作对，今天非打他你不可。小丫头，还逞强？你哥哥背叛了我，还不是死在大爷的手里？何刚，小子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你再敢对何刚下毒手，我做鬼也不会饶你。你死呀！别打了，先留着这个臭丫头，何刚才会受咱们指使。应该杀掉何刚这个小子。现在扩锅提督正在收买人心，网罗好手，准备再过黄河攻向金陵。可是何刚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，根本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有几次我也有杀他的意思，不过阔郭提督就喜欢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，靠他卖命咱们才能对付那些抗元作乱的傻瓜呀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哎，有小银子在咱们手里，还怕他飞上天去啊？俗语说得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您想啊，为了咱们能够在大元朝谋个高官厚禄，咱们才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呀。非要何刚这种好手替咱们做替死鬼不可。他不来找死，我不杀他就是了。好，我就是要找死。有种小子，不过跟我徐彪作对的，这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。少废话，小银在哪里？何刚，乖乖的替我办事，小银还是你的。还想我替你们这些援兵的走狗卖命吗？休想！快点啊！
来，嘿，哎，钱大海，我不想杀你，快滚！好好好。原来是你，上次用暗器射死万霸和高鹏的是你，那上次用暗器暗算我的也是你。哦，别忘好了，我就老实的告诉你，我是阔郭提督座前参军，跟着我保证你享尽荣华富贵。呸，丧心病狂的走狗。双煞还没有到，咱们跑不了了，听吧。好，小银在哪里？何哥。啊，小银。乖乖的把刀放下，我就饶了他，不然的话，哼，只要他在我的手里，你休想动我一根汗毛。何哥，你不要管我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住手。再不住手，我就毁了他。只要你敢伤他，我就把你千刀万剐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。老大，天地双煞已到，留他何用？
明目吧，我一定把信带到石桥镇。